接触射箭的时候大概就是11岁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讲说，练运动很辛苦，你自己要想清楚，你自己选择的路你自己要做好，你一定要坚持到底。她就讲这句话，然后我也没有想太多，我就说好，我要来练射箭。我一直以为进去就可以直接拉弓了，其实不是，教练就是教你很多基本动作，然后你的体能要跟上，如果你的肌肉没有力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把那支弓展开。拿弓的时候才发现，哎，真的拉弓的感觉真的是完全跟拉橡皮带是不一样，跟我脑子里一开始想象的不一样的。最严重不想练的是我第一次比奥运的时候，自己没有就是表现得非常好，所以我比完赛回来的时候，其实我超级难过的，然后导致可能自己就是对我知道要跟着队上去参加比赛，可是这个状况都一直没有很好。那我觉得这样的低潮我大概走了2年，我一直很想放弃，可是身边的人都不愿意放弃我，别人都不放弃你，你为什么要放弃你自己？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说，好，那我再努力试试看，即便可能要跨过那一道墙很难很高，所以我还是就是继续努力这样。大家好，我是射箭选手谭雅婷，雅加达亚运，我来了。